不知道是人，管他呢，打鬼子不会是坏人。三个，四个，四个。火神爷，不好了！小鬼子的队长。都出去吧。哎，好嘞。不给不给！安静！我问谁谁说话。说，干什么来了？姐，我们帮你杀鬼子来了。帮我？你是来给我捣乱的，打鬼子还轮不着你。凭什么轮不着我呀？抗日杀敌，人人有责，这不都你说的吗？你说，疯娘们，你疯了你啊！忘了我是谁了是吧？排条家大当家的你也敢绑啊？徐小道，你给我好好说话。姐，我错了，爷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说，干什么来了？爷，你别生气了。花儿说，那个每人五发子弹，我要是比臭石头打的鬼子多，他就嫁给我。
不是，你们怎么知道鬼子会从这儿经过？你布置任务的时候，花儿都听见了。你闭嘴！放他走。不是，那花儿怎么办啊？啊！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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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意气用事，匹夫之勇，你们知不知道犯了多大的错？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。哦，你杀鬼子没事，我们杀鬼子就犯错误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别人把你当火神爷，在我这儿你充其量就是个什么？我媳妇。我还没过门呢。你们不是明天就成亲吗？我还等着喝酒呢。滚出去！对呀，滚滚滚！咱不是说好了吗？多杀几个鬼子，等抗日胜利了。你以为像你这样杀几个鬼子你自己痛快了，抗日就胜利了？你知不知道跑走那辆车里拉的是什么？装什么油比杀鬼子还重要啊？那装的是什么呀？药，救命的药。眼看着鬼子就进包围圈了，让你们仨给搅和了。你们知不知道有多少新四军战士等着这批药呢？多少战士会因此上不了战场甚至牺牲？你们懂吗？不是，他新四军可以杀鬼子呀，我整天修枪修炮的，我这心里憋屈啊。杀鬼子不怕死就行，修枪没。紛争の線路はお前らしか知らない。なぜ打ち伏せを急ぐんだ。ああ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？大哥，你再敢骂一句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来人。司令，司令。难得雅兴大驾光临啊。嗯，哟，又换了，讲究。哎呀，要说剑内不好随便换，那这么个破玩意儿还不随便换吗？嗯，肖老板，嗯，家里那醋坛子没偷摸更来吧？替我保密。那是自然。哪回我说漏了嘴了？得罪谁我也不能得罪肖老板娘呀。我这小店的生意
还得仰仗着您照顾呢。夏老板，嗯，今儿怎么那么高兴啊？刚跟日本人做了一笔大买卖。哟，那我得恭喜您。来来来，请您杯酒。那这次您能待多久啊？五天。怎么那么着急呀？这次的货让游击队接走了一半，我得抓紧再弄一批。啊。夏老板，您坐着啊，我给您准备点好酒好菜，算我的。什么呀？老弟一早给你准备好了，快换上吧，到时间来接亲。知道了。快换上啊！你在这儿，我怎么换啊？对对对对，走。哎，我帽子，帽子。啊，给。鬼子来了！快进来。
小子们的。小黑，来其他，来。是我。带上来。姐。没想到活神也是个花姑娘。是你奶奶我。太可惜了。
科长，还没醒啊？你下手太重了。这小子不经打。不过啊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他去石家村做什么？等他醒了，问问他不就知道了。这小子也杀了日本人，咱们的身份也暴露了。他要是不合作， 小娘们挺厉害，你个狗汉奸，还挺凶啊！谁是汉奸啊？走！走！哎呦！呀！走！走！ 小九川，你来这儿干什么的？谁是小九川？你，我是石山来，石头的石，山大山的山，来石山来的来。小九川是个球啊！你张嘴就来啊！你叫啥？ 都会让他接受。他大爷的！他大爷的！把你放开，你可不许再咬人了。出手还挺狠啊。对不起。 我不该下手那么重。你别给我来这些立个龙，你只要把我放走了，给啥都行。上来，同志，我可以把你放了，不过我想跟你谈一谈。你管谁叫同志啊？咱俩不是一路人。我们是新四军，你是老百姓，咱们就是一路人。你是新四军？别逗了，新四军里还有老娘们儿啊？你骂谁老娘们儿呢？你不是老娘们儿，你还老爷们儿啊？嘿。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？我们不送你回去，是不想让你送死？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老百姓送死吧？你怎么了，小郭？山来同志，我们不是不救那些老百姓，只是现在敌众我寡，我们只能智取。我走了。小郭，科长，他走了之后，咱们后边的计划谁来执行啊？ 我会说服他的，你放心吧。
我把小鬼子给招来的，今天我把爹。 要不是我们，你都死了多少回了？我问你们，新四军是不是给老百姓做主的？我们是人民的军队，当然为老百姓做主。那好，我能不能加入新四军？我要为他们报仇。报仇？对，血海深仇。好，我们带你去龙城。科长，二鬼子追上来了，快走！大爷，你赶快走！在那儿了，给我追！ 司令果然身经妙算，游击队又会石家村了。司令，南京来电，药品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萧九川了。肖老板，这戏可合您意了。满意满意。肖老板，您满意我就放心了。我的妈呀！太。
太像了，天底下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？啊，你给我好好观察，这是唯一一次近距离观察他的机会。这个肖什么？肖九川。他是个男的呀，你就让我学他呀？不行！你给我记住啊，我们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的手里了，你给我好好看着，学。肖老板。嗯。哈哈哈哎呀，他美的呀，他乐的，见着我就当着个脸，跟个木头似的。你说谁？刘木头。旺财啊！哎，上！动口啊！老板娘的呢？哎，谢谢肖老板，您可真大气。嘿嘿，小意思。您这次去哪儿了？江阴。哦，江阴啊。嗯，好，我备好酒菜，等您回来给您接风。到了江阴之后，我们会把你调包，调包以后你就不是石山来了，你是萧九川。你只要带着商队按我们的指定路线走，我们的人拿到药品之后就可以带你去见首长，我做你的介绍人。不过山来同志，这次任务很危险，你也可以拒绝。不，我参加。不再考虑考虑？不考虑。好，为了我们这次任务的顺利进行，我要对你做一个强化训练。石山来同志，干什么？哎，你这娘们怎么打人啊？你是谁呀？哦，开始了。哎，小伙人爷，来，都装好，都装好，弄起来，弄起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停。吁，现在是几时啊？现在戌时，大少爷。
们抓紧赶路，明天天亮应该能赶到龙城。着什么急呀、啊？本少爷累了，想睡会儿。好，听大少爷的。安福客栈我们熟悉，方便安全。大少爷，我前面去看看。驾。去，去。方才，哎，少爷，把十三妹给我嫁过来。哎，走，走。哎呦喂，你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？怎么走那么快呀？你是个男的，是个女的，怎么走那么慢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萧九川已经在客栈住下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，重复一下任务。就是搞到货以后，我在原地待命。大少爷，萧九川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萧九川。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爱到来啊，少爷。少爷，锦彪跟我说，他已经把货物安排好了。一楼的货仓啊，借给咱们一家人吧。那我下去了。肖老板，还想听哪段啊？床上听。啊，那你干嘛呢？我。我来江阴探个亲戚，你呢？做点买卖。做买卖？你住哪个客栈呀？我去哪儿坐会儿？不方便。